业。妈，就因为外派，你等了他整整三年啊，姑娘，三年，你不小了。如果今年不能结婚，你必须去相亲。哎，妈。妈，年龄的紧迫，婚姻感的缺失，仿佛都在昭示以前的浪漫多么讽刺。噔噔噔，今天又不是情人节，你买花干嘛？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吓死我了，刚才。欢迎光临第二真爱体验店。听说你们第二钻戒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？是的，第二钻戒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，寓意一生唯一真爱。定制是需要绑定男生身份证和女生信息，一经绑定是终身都无法修改解绑的哦。定制第二钻戒后，两人还需要签订一份真爱协议，确认彼此是对方的唯一。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，这么贵重啊？对的，我们 DR 主张的爱情要么不开始，要么一辈子，并坚信在爱情里，如果人人都慎重选择另一半，坚定彼此，并用一生去珍惜对方，世界的爱情就会变得更美好。这也是我们 DR 的品牌初心。等我外派回来，我们就来定。嗯，嘉伦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今天是我们的纪念。嘉伦，你快点过来一下。哎，好嘞，我有急事啊，先挂了啊。等会儿我。你说我怎么偏偏生了你这个恋爱脑呢？之前几年日他都特地从外地回来陪你过，怎么偏偏今年就迟了呢？哎呀妈，别说了，他今天不就回来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和爸的纪念日，爸哪一次记对啦？哎你，嘿嘿，走啦。行行行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好的好的，哎呀哎呦，妈也在呢。哎哎，好，我马上下去啊。你不在家吃饭了吗？哎，朋友都在下面等着呢，走了。啊，就非得今天吗？可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啊。当初我就说他有问题，你还不信，敢欺负我闺女，走。不是吗？今天必须让他说清楚。妈，你拽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你不是去找朋友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跟我来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好，我来取给我女朋友定制的钻戒。好的，先生您稍等。你什么时候？先生您好，这是您为孟娜女士定制的 My Heart 系列真心戒，代表全心全意的去爱她，向她证明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的决心。第二钻戒，祝两位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。谢谢。娜娜，跟我来。娜娜，因为工作，我好久没能陪在你身边，这次我回来，我想做一件在我心里沉淀很久的事，也是为了履行当初在这里对你的承诺。这枚第二钻戒代表我会用一生去爱你、保护你、照顾你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所以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爸，之前嘉伦让我陪他给娜娜选求婚钻戒，我看这一生只能送一人的钻戒不错，就想起了你。这枚钻戒不仅代表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更是坚定相爱的证明。我希望我的余生一直是你，可以吗？好。